现在呢位在于摩迪印这个地方，我们在一个我们认识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家，然后呢在这就是耶路撒冷的方向，那在我的右手边呢也就是特拉维夫，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两个城市的中间。大家有没有看到我后面的那个灰色圆圆非常有特别造型的建筑物呢？那也就是他们的水塔，他们没想到他们的水塔也设计得如此的有型，非常的美观。另外一个呢，喜悦在这个地方发现到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，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社区的建筑物啊，有一个在屋顶上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，我们看看，好像是收集太阳能的太阳能板，这些太阳能能够收集起来之后呢，就可以变成晚上使用的热水，所以呢这是节省非常多的天然气，也就是瓦斯，也在这个地方感觉好像多了一份悠闲，虽然在工作，还是呢还是非常的舒服。在一座花园当中，应该说花园吗？其实它是一个卖花的地方。你看这个地方规划的非常漂亮，它有一区一区的，可以告诉你说哪一些是适合在家里种的，还有一些是香料是可以在家里面，甚至有些叶子是可以吃的。然后它把一些不同类型的一些植物都分得很清楚，所以当你来这个地方采购的时候呢，是非常方便的，一目了然。然后这边很多的植物是台湾没有看见的。这边非常棒的呢，也就是这边的香料，真的是非常的香。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植物。这边呢，就是种了许多不同的薄荷，还有一些香料、小辣椒等等的。然后他也告诉你怎么卖，价钱是多少钱。是不是跟我们的建国花市很不一样呢？当你来到以色列的时候，不一定要留在大城市，你也可以到附近的小城市看看，有许多新鲜不一样的空气，还有一些不同的景观。就是巴勒斯坦的自治区，因为他们文化风俗就是习惯也不同，所以他们通常住的时候呢，也会因为自己的民族的习惯，然后分过来。
分开来住。然后大家看到这个地方其实是比较空旷的，有时候呢会有一些恐怖分子啊，他们就会在靠近边界的地方或者是比较空旷的地方聚集，所以在以色列军队呢，他们就会有时候锁定一些空旷的目标，他们就会来投一些炸弹啊等等的，因为他们要预防一些恐怖的事件发生。可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，所以有时候呢你会不小心伤害到一些无辜的家人和其他的朋友。当地以色列人很多的艺术家，他们喜欢在这个地方开许多的小店，然后有他们自己手工设计的一些艺品。那这个地方呢，也是法国人喜欢住在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是靠近海，非常舒服的一个区域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进去看看吧。Let's go。撞衫又想要穿出个人的独特风格，请来到 Nevetele。会找到一些有设计感的店。看它的外表，觉得非常有设计感吗？到一个小店，衣服美不美啊？这些衣服呢，就是在当地一个以色列设计师所设计的。这些设计是不是感觉很舒服呢？这就像我们另外一种的设计感，好像叫有机设计一样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些东西都不是用机器做出来的，都是纯手工的，所以你会觉得它的线条是很流畅的，并不会好像就是非常死板的感觉。这个跟当地的生活呢是息息相关的哦。我们在这个地方碰到一群非常热情的小朋友。Can you say hi to Taiwan? Where are you from? Taiwan. Taiwan. Hi Taiwan. Hi Taiwan. 所以呢，这地方非常特别，非常的热情。Yes. Viva Ethiopia. Viva Ethiopia. 我看到我喜欢的衣服了 ，Let's go.好不好看？你看有最流行的印花图腾，还有花，然后它又可以把它裙尾夹起来，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色。It's all your design.Here. Oh, okay. Here, right? Yes. 你看，我买了一件漂亮的衣服，装在这个美丽的盒子当中。你看，走在路上是不是很美丽呢？